我给你做一个法式吐司，好不好？哎，不错，我有幸能吃到做的法式吐司。我很快。有机会做饭啊？据传闻是这样。怎么了？我知道怎么搞了。我太大了。啊！还是糊。迅速补齐了一下，带上它就好了，看不到。<笑> 黑暗料理。哎，你这跟我这颜色很搭呀。甜吗？就蛮暗黑的，有一种味觉的冲击感。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当美食解说。不用完美啊。就是他们放松了。对。